同意吗？我跟谁在一起不需要我妈同意，只需要当事人同意就可以了。啊，好，当事人同意，那太好了。那我告诉你，李今天对于咱俩都没有那种想法，他把咱俩都当哥哥。只是对你没有。你醒醒吧你！是你醒醒吧，我们已经在一起了，没来得及告诉你而已。你们俩在一块儿，哎，他是不是出现幻觉了，李今天？ 你们俩真在一块儿了？你没把他当哥哥呀？不是，小哥。那为什么都是哥哥你就选他不选我呀？你别吓他。都这么宝贝儿了，我就问他一句，就是吓他了是吧？